好，可以，我们开始，又来继续，我们接着跑。好，我们已经跑回来了。OK， 要到终点了，你看我们几辛苦，要到终点站了哈。跑到累的要死了。Hello， 还有谁没有来？好。Hello， 来七。Hello， 来七，来七，来哪一只？来。来，我们继续哈，前面就是终点站了。耶、yeah, ！不要跟他们讲哈，我们半路岔出来的。好累啊！耶、yeah, ，后面都已经开始追上来了。哇，很多人要追来了。哎，很多人追来了，俊凯来跑前面。对呀、啊。来，这个男子，和这个。累
来收一收。爬山的啊！哦，是哦。南湖的。哎，南湖的。你得放开灯。还有他的，你的弟弟。我看。
直接签名签啊，加油加油，等下没有时间了啊，加油，来老师，我这个等很久了，等很久了。打一个符下去，打一个符下去。Thank you.
Yeah.
西都买起来了，哎。那几个可以的啊？丢，哎，可以啊。Go!
来，一二三，我会上啊。OK， 好。大家记得要垃圾不丢垃圾，还有学校里面总结就好了。这次的疫情呢，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这个义卖活动，买的食物可以到我们的食堂那边吃。Thank you.
少一个可以。
吃的老人疼疼的，好吃好喝，好吃好喝，好吃好喝。没有带朋友一起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本多少钱？一本六块啊。在这边了，在这边了。我也是要买。
伪迷威，伪迷威。忙了忙了，在我们的义卖会现场呢，所有今天所抽签的这个款项呢，都会进入我们校友会以及我们的村委会的这个慈爱基金。所以希望呢，所有的校友们、朋友们、村民们呢，都会积极的响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义卖活动啊。那在义卖的这个交易方式呢，都是以固本的方式进行的，所以你只需要一进学校的正门口这边的右手边就有一个柜台。所以请大家呢到我们的柜台那边呢购买这个固本，一本固本10块钱。
把刚才吃面的，刚才吃面好，你讲了吗？好。好。画完要过，我以为我要跑。以为要跑，结果没有跑。结果跑五百米走而已。走而已吧。走下去两百五，上来两百米。要是马跟十分之一。没事没事。多少钱？十块。这边所有的交易都是用这本本来买的。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一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次。大家在这里呢，我想参加这个Let's然后以及车牌的大家可以台上的仪式，以及我今天这几张自己的幸运大抽奖，在台下。
吃了。再次的预请所有的赞助商代表，为了让我们待会的流程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，我们请所有赞助商代表呢尽速来到我们的舞台前这边进行等候。为了方便我们的流程，再次的预请所有的赞助商的代表们来到我们的舞台前进行等候，谢谢大家。海上面，我去海角啊，在后面那个里面房间。我在里面啊，不敢出来了啊。吃东西，太多人了哈。来吃东西。关了，怎么？要那给人家颁奖要拍照，拍照。